睇今晚呢一場比賽，今日天氣非常之好，睇嚟觀眾咧都係受到好天氣嘅帶動啦。球場嘅氣氛，哇，係幾咁熱鬧啊！兩邊球迷就坐盡力咁打氣啦。呢個球場由2011年起批俾六隊，守門員大腳插出去，威大力波機艾沙大殺紀錄，安草波嚟噶老波啦，蘇格雷斯傳得好靚啊！呢邊咧？自己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，仲要係攞咗個波之後點做個效嘢。攔到個波仲有時間，蘇亞雷斯射啊，踢咗出嚟啦！一個長傳上前搶，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。古亞達到，古亞達到，拎腳直線，仲繼續推緊啦，到底會點咧？機會嚟啦，扭出頂波，頂多球。基文尼斯好快咁向前傳，古亞達到，哥利亞，咦防線有個漏洞喎，個波飛出嚟，安道士比亞傳到側翼，留咗落，喂馬達機會啊，搞掂，反超前啦，都可以話難得噶啦，點解會射得咁靚咧？咪就係之前嗰段走位有得好。呢個直線靚啊！肯定要射啦，有機會啦！呢度好緊，放啲啊！有姿勢，有實際，組合下先，真係非常之成功。用咗幾秒時間，已經反超人工入球。試下壓埋去啦，哥利亞，睇你呢下啦，得手啦！攞翻領先優勢啦！咁樣同邀請佢去起腳咧係冇分別嘅。呢個波咧可以話係個個都有功勞嘅，即係唔係個個射門咧都要好大力嘅，或者單刀過曬個網先至得。好似呢啲傳波傳得靚，咁樣都唔使輸，真係執翻身彩啊！佢哋。不過我奉勸佢哋一句，唔好再俾到七人咁高啦。如果唔係，冇機會啊！啊，射門啦、啊！哇！喺最後一刻追平啦！你都龍門口啲埋門咧，就應該係咁噶啦。總之要冷靜，跟住搞掂。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第四球啦，今場幫佢一個人搞掂啊！祖雲達斯。只需要守埋呢幾分鐘啊，就可以上演一幕反敗為勝啦！球迷們唔好走住，比賽尾聲，通常都緊張刺激噶嘛，會唔會有意料之外嘅發展呢？坐字高機，好，而家一個喂測試啊！翻俾龙门先，由头组织过。马菲斯迪力特，射佢啦！呢球入啦！喺呢个时候追平啊！个角度一流啊，龙门波皮都揩唔到。哇！呢球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，何况得一个。第三个入波，今场波个最佳球员都。九十分鐘啊，分唔到高下，踢到三十分鐘啦。嗱，兩隊睇到而家，保羅大班啊，坐字高機，
卡拉斯高，亚历士新道呢脚波啊传咗去对面边线，试下扼埋去啦，埋门。呢球波竟然入，喂，系咪真系太紧张啦？头先呢球波应该要跳到尽顶呢一个波。哇！竟然就射唔入，靴尼拉一脚将波清走，得唔得先？苏亚雷斯呢个直线靓，起到脚啦，个波会去边咧？呢一球波要入噶。左翼传去远处，踢翻出嚟，亚历士失度，艾朗蓝斯，咦，斯罗纳度啊，攞到波咯，大翻啊！相信而家个心情咧都多好啦，硬系摆脱唔到对手嘅，好机会过到啦，过到啦，你有冇入啊？咁简单嘅射门竟然入唔入？阶段踢到一半啦，个波出咗界，系角球嚟嘅。哇，有啲危险啊！呢脚直踩射佢，有啦！相信系决定胜负嘅一球啊！呢球波你觉得点啊？嗱，呢個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其實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嘅，一啲都唔簡單。呢一隊經已將比賽嘅形勢扭轉咗啦，問題係啊，可唔可以捱到比賽完先？呢球波好大機會咧，係決定呢場波邊係咪要起腳咧？入波啦！一日未吹雞，一日都仲有數講，而家又打和啦。都俾佢入到，系入啦，睇争啦！莫拉达非常之冷静啊，因为好多球员咧带个波去个龙门口咧，都有机会探标嘅，但系佢冇犯呢个错，系赢家嘅。可惜呢场波只可以有一对赢嘅啫。听紧波嘅时候咧，个气氛就越嚟越紧张啦。朗纳多就负责第一球。领先一球啦，呢个波信心爆棚。呢个波紧要啦，打和啊！执第二轮嘅球员上前，守门员救得，哇！一个救全家啦，成班队友都松咗一口气啦。搞得好，打和啊！呢个波你打得好，好得嚟，鬼杀球啊！又救得啦，踢波，红门又做英雄啦。射第三輪，真實強烈，仲兩球，邊有人同佢咁有信心啊？我真係大翻啊！真係四輪，龍門開錯邊度？兩個開球，龍門完全捉錯路，隊長出嚟啦！又過到啦！仲通過咧，完全見得，完全知道對手點射嘅。到俾你，心諗都一定要投到呢球啦！勾到，龍門都鬆緊，咪就呢個時間啦！哇，幾型！佢就行埋去，埋踢波，呢球波絕對唔失啦！